谁呀？马洪曾是吧？你好，第一个来看我的呢，还是照例跟你打声招呼。稍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地图啊。不太习惯了，好走。其实如果从我的酒店的另外一个方向出去，可能看的东西还多一点，主要是这条路稍微近点吧。这里有很多的这些小的酒店啊， Inn, Guest House, Hotel 等等等等。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住的那个还行，住的那个还行，谈不上有特别特别好，但是至少我觉得也不烂，也不差，也不烂。每天大概180块钱，这里也还可以接受。我觉得现在我的下限也蛮低的，我在这个博卡拉还有兰提尼，我住的可都是100块钱以下的啊，几十块钱人民币的话，啊天哪，也从来没住过这么便宜的宾馆。当然了，70-80块钱的你就别再指望里面有好像很多那个啥了哈。哎，可惜现在还不是很饿。说是不是把饭吃了？别急，还早着呢。我其实是想去，先去一个博物馆，然后博物馆旁边呢，看能不能找一个，要是怀念泰国菜，能不能去吃个泰国餐啊？我大概搜了一下，就是上午吃饭的时候，还搜了一下万象的博物馆门，博物馆门，似乎总体来说评价并不高啊。包括他们的国家博物馆，有人说啊，国家博物馆是你唯一值得去的博物馆，但是我感觉那个评分在各个博物馆里面都不能说是中等，是中等偏下。好家伙，你看看这个飞线，我天哪，吓死你是吧？有那个之前去的那些其他什么地方的味儿了啊！稍等一下，再拍一张这个黑塔。好，继续。唉，其实这一边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政府机关的，政府机关很多都在这边。哦哟，这马杀鸡看见没有？各种各样的马杀鸡，中文的按摩，然后啊，各种各样的语言，好家伙，哎。IQ 马杀鸡，颜色都快掉光了呀。ES 铅笔，我说在这地方你真的是中文都快够了啊，同志。还有什么不认识的吗？啊，出租屋出售，就快成了咱们云南下面的一个省了，我觉得。嘟嘟车巴提亚同款的、
这种简易的突突车，可以坐好几个人呢。我在芭提雅的时候见过，但是我没去坐过，我实在不想去体验那个。稍等一下，我再看看地图，应该没有走错。我就要去的地方距离这里显示是 1.7 公里啊，已经走了几百米了吧，不远不远。今天是可以好好走一走的，昨天前天都多少有点事情，前天还走得多一点，毕竟前天就只有一节课，昨天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它正好卡着我基本上都得在酒店里面过了，晚上再出门呢就要赶上大雨，这难得的体验。好家伙，晚上一出门一个大雨浇下来，所以有人在白天的时候问我说台风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最大影响可能就是雨多吧。叫开泰银行，第一天晚上跑这儿来的时候，来这个树上全是鸟，树上全是鸟啊，叫的一片，我天，简直丧心病狂。其实这边是他们的总统府，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那个标志写的是总统府，然后这边是凯旋门。好，过接过接过接过了接再跟你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银行在这里也能碰得到啊，有些可能都不是老挝的银行，或者老挝跟周围的一些国家联合银行。这让我想到我在迪拜啊、阿布扎比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其他国家的银行，例如泰国的泰国那个印度的银行，印度的银行。你在这儿想找，你也可以找得到我们的工商银行，很神奇吧。然后就在我的酒店其实不远还有一家宜必思，宜必思天，华住会旗下。然后我其实想搜一下它，我昨天试了一下，用那个，因为我是华住会的铂金会员嘛，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用华住会的 APP 去搜海外的酒店，我没有搜到它，我们又搜到他，看样子华住会的酒店还 no 华住会酒店主要还是一个double taxi， 那可以考虑考虑。哎，算了算了，我还是明天后天还是让酒店给我喊吧，这么多 taxi 我直接走过来也不远，明天要早一点去机场，主要是说到哪儿了，我的天啊。对，你甚至可以找得到一个宜必思，然后中国的品牌啊，华住会旗下，在国内宜必思是属于我都不会去住的，那个觉得它太低端了，我现在住的都是差不多中等的那种，但是到了国外摇身一变，好家伙，我敢肯定的是这个宜必思
至少不会比我现在哪一个便宜。感谢 A 站还能给我提供一个在国外没什么门槛的直播平台啊。我最想用的平台是微信，也就是视频号，但是需要申请。其实我已经够格申请了，就500粉丝达到了，然后6个海外视频也差不多，肯定够的。但是唉，主要是自己不是长期海外，也不是海外人士，虽然申请了它有一定的时效，这样不需要去，就为了一个那个好像也不需要去专门折腾一下。好家伙，顶旺雪顶，我走到一个小市场了是吧。昨天晚上在这附近吃了碗面啊，但总体来说觉得口味一般。鸭子面，面还行，鸭子也还说得过去，虽然没几块，但你，哇，这什么东西？但你才多少？嘟嘟嘟，才13块钱，14块钱，你好像也不能要求太多了啊。牛肉火锅店，我天，全是中午。这就是我觉得比较啊，这里有一个工商银行，看见吗？在海外能看到工商银行，我在芭提雅海滩上也看到一个。当时看见工商银行之后，我瞬间后悔。这还有一个淮南猪脚饭，你们信？只是现在不饿。昨晚上饿的时候吧，又找不到，好多店都关门了。他这边晚上收摊也收的早了点，我觉得。我就照照相馆。昨晚上出来饥肠辘辘的，满地找，结果好多都关门了，才7点钟啊，同志！当地时间才7点钟啊，北京时间的8点钟。所以这个发达程度还是……哦，这不是工商银行，这是中国银行。Sorry， 我讲错了，是中国银行。就当时我在芭提雅看到一个工商银行的时候，就很后悔自己没有把我工商银行那张卡，那张母卡给带上。当时很想去改一下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用手机银行了嘛。你以前那个电话号码早就不是那个电话号码了，很早的一个，很早办的一个。然后现在发现，哎，那这个百盛，哎，那这里有没有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啊？找一下啊，你看一下，说不定一会儿可以来个麦当劳或者是肯德劳。好家伙，肯德劳，老外人民不找你算账了，你们喊的。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自己在
泰国的时候碰到那个卖当泰的时候，我的天，那真的是大大的惊喜啊！泰国、曼谷卖当泰，我麦当劳泰国分劳啊，特别有意思，赶紧去试了一下，赶紧去试了一下。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这地方是允许我刷卡的。哎呀，在这边的小超市里面，至少我试过一两个了，已经感觉是没法刷卡的，这点还是跟泰国有差别，跟泰国多方便啊，直接刷卡多方便，都不用去想什么找零啊，然后一堆的烂事儿，这边你还得去算。然后我在那个迪拜的时候，人家巴不得你刷卡，大家都方便。我当时想用现金来着，因为我担心我的卡刷爆了，那个时候想用现金来着，然后那个人就说你有卡吗？哎，我真是服了气了，这边还直接人家把那个卡给我推回来了，不收 cash only、啊、绝不绝、啊、就问你绝不绝。4.5G 还是4.5G？ 我就这个，我现在还真有点怀念这个 5G 网络啊。稍等一下，我拍张照啊，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稍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地图，应该离得不远了。博物馆，一会儿逛完博物馆，我来看一下，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吃的。还挺发的，披萨，我去吃披萨吗？还是干脆再走两步，走到刚才那个淮南猪脚饭去吃个猪脚饭吧，太好玩了。这结果是日本的吗？日本的呗，这有意思。我能不能在这儿开个海外的账户啊？行吗？生意行吗？中国人自己开的吧，全是中文。哎，这话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这不太像一个外国，就是像一个小县城一样。中国的小县城，对吧？东方水疗 SPA， 陕西特色美食，我天！不用说了，我肯定找这个川菜馆子，我觉得。就你绝不绝吧？昨天有人在朋友圈问我说，对老挝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必要来啊？我觉得如果你去过泰国呢，老挝可来可不来。当然如果你对老挝有特殊的情感呢，是另外一回事啊。
特殊情感，你不要说老挝来不来，你那地方你必去的嘛。如果你就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游客，你对这些东西都没有个特殊的情感可言，就纯粹想出个国玩一玩，我还是首推泰国，比这边方便啊。泰国要发达一些，它的城市公交系统各方面的东西都要更完备一些。你像我觉得这边开幕了一机，我想从酒店，哎，不是，想从机场坐大巴到酒店我都坐不了，因为大巴停运了。大巴停运了，而停运好几年了都，我天，也没有地铁，也没有轻轨。那你在曼谷的话，你什么都有，对吧？有地铁，有轻轨，有这些该死的突突车。然后我从来绝对不会去坐突突车的，我宁肯再花一点钱去打个的士都比突突车好啊。但出租车真的是不是泰国一家独大呀，全世界都是，而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租车遍地都是。哎，泰国的网络也好，这边的话只有 4G， 而且还挺卡顿的，那边没这个问题。而且你要说这种风情吧，异域风情吧，泰国能够给你完全足够的异域风情。我又得看一下了，我印象中好像是这么过去的。稍等一下。玩呢，再往前走。你要说这个跟泰国相比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吧，就是它的法语，它以前是作为法国的殖民地的话，它的法语我在泰国就没有见过了。希望各位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啊！我这上面是说网络有点卡顿啊，我也不希望卡顿，因为我会把这个视频导出来的，再重新投稿的。卡得太厉害了，说实话也影响投稿质量啊。会就这么个东西。其实它这边有好多个这个博物馆，也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收费的话大概都是那一个价格，对于外国人的话是三万新基普，人民币大概10块钱。因为现在的话一人民币换2700，差不多换2700，所以它3万就是10块钱多一点点，10块0几毛，呵呵，其实也算很便宜了，算很便宜。那我现在要去的这个博物馆呢，至少网上我查到它是不收费的啊，说全靠资助。你要知道这个3万新街普10块钱左右，这真的是便宜到家了，不能要求太多了啊，真不能要求太多了。在国内你要去个什么庙庙，就这儿吗？看一下，稍等。
就这个，我要找的是 COPE C-O-P-E COPE Visitor Center， 我找的就这个。而他好像没有中午休息，好像没有中午休息，就直接开到下午4点钟。嗯，旁边有吃饭的地方是吧？可以啊，那可以啊，一会儿出来吃个饭呗。我实在是被昨天晚上给吓怕了，就7点钟出来，一堆东西关门了，你这要不要命了？跟这个这边好多是日本相当于可能援助的项目吧，对， Grant Assi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Japan， 日本援助的项目。有看到这个 COPE 是拿什么合成的吗？是吧，都是一些胳膊呀腿呀之类的啊。稍等一下，这其实是人家的相当于战争纪念馆。Morning. This way, right?Thank you. Each the size of an orange. Just one cluster bomb could distribute enough submunitions to blanket an area equivalent to several football fields, killing or maiming anyone in their path. However, their destruction did not end there. Around 10-30% of these cluster bombers, amounting to approximately 80 million.也是美国已生黑啊，战争永远受苦的都是人民。这是我就准备去的地方，琅勃拉邦。后天的飞机飞过去，现在我们在这儿，万象，或者叫永贞。行吧，带着各位稍微转一转吧。To reduce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this painful legacy, every da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ver 3,000